与村野之中的寺庙不同，小雁塔处在繁华的闹市区，这里曾是唐朝皇家寺院建福寺的所在地。修建了慈恩寺的唐高宗，在寿终正寝百日时，他的儿子唐睿宗李旦为他建造了献福寺，后来更名为建福寺。 建福寺南北齐划了唐长安城中的开化坊与安仁坊，寺院的大部分在开化坊，小雁塔则建在安仁坊。小雁塔院门北开，与开化坊的寺门隔街相望。唐朝长安城中最著名的国立易经院，除了慈恩寺，就是建福寺。 在建福寺担任国家易经道场易主的是易净法师，当时建在的有三藏之号的高僧，全国仅有四位，其中三位是从外国来的，只有易净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易净虽然学习和研究的是佛门中的律宗。 但他从小却以玄奘法师为楷模，只可惜他未能聆听玄奘的当面教诲。公元664年，在易净游学长安不久，玄奘就在玉华宫圆寂。易净和方圆500里内的100多万人一起参加了玄奘法师的葬礼。 并在当晚与数万忠实信众一块儿为玄奘法师守灵。易净取经的故事和玄奘一样充满传奇，只不过他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印度，去时36岁，回到长安时已经53岁，前后历时17年。文献上有这样一句话。 易净啊，就孤帆远征，啊，说是，志同者，数十，即将登舶登船啊，于皆罢退，有这么一句话。然后，易净呢，孤帆远征。唐中宗李显执政后，易净被安排到了建福寺。 建福寺是女皇武则天退位之后的第一个国立译经场，协助译经译经的专家中，不但有中国的僧众，而且还有来自吐火罗、中印度、新罗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既熟悉梵文又通晓汉语的饱学之僧。朝廷的一些三品大员担任译经场的监护和润色之职。 当朝的两位宰相担任监译，易净再次翻译了61部239卷佛教经典，其中最著名的是《华严经》80卷。玄奘译经是19年，易净是18年。 两位高僧对于易经工作都是殚精竭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易净依然坚持易经，甚至有一天竟累得一连昏厥过去了好几次。在他意识到马上就要圆寂之时，才拼着最后的力气写下了一份遗书。遗书写道。 我死之后，如果成为土石，就化作你们的屋室；如果变为树木，就覆盖荫护你们；如果做神做鬼，就滋益你们的精气；如果变为花和药，就加倍增添你们的灵寿；如果成为天，成为人，就丰美你们的饮食。 如果得道得果，就以神威令你们安乐。
他来的那年就策划，就是继续效法唐僧，我也要建造一座塔，作用也雷同，收藏经卷、舍利和宝物。那么皇帝很高兴啊，对吧？宗宗一想，李显又有皇后支持，当时韦后吧，就说那就做吧。所以说文献上又记载了，说小雁塔有工人绿前而立，这个绿在古代的词义里边讲就积攒的意思，这就说明一个文化现象，就是说可能当时机制还有点讲究，就是不是说你谁的钱我都能要的，我就是皇家，我家的家庙是我皇家寺庙。公元707年，为存放易经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在建福寺内修建了小雁塔。建福寺在岁月的剥蚀中慢慢的衰败，如今只留下了空名，而小雁塔却一直在这里矗立了1000多年，成为这片家园长久不变的一个标记。登上这座千年古塔，满眼已是现代城市景观，遥想当年易经法师登临的景象，充满沧桑的时空仿佛在瞬间交融。今年的再有3个月就100周岁，100周岁了。这个地方要每天来，空气新鲜，像自己家一样，认识也很多。我们不管天晴下雨都在这里，每天必须来一趟，感觉到很温馨，空气好，环境好。Yeah, that's a very nice thought for people to do that for their.在中国有子女啊，对父母的关心啊非常的多，他们觉得这样非常的感动。当时听着雁塔，听着感觉那种感觉呀，那种心里那特别的舒服。这地方的环境又好，空气又好，所以大家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是吧？清朝康熙年间，塔院内安上了一口10吨重的大钟。那浑厚纯净的钟声，10里之外都能听见。每天清晨，悠扬的钟声回荡在天空，富有诗情画意的家园生活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我们陕西有关中八景，其中这一景就叫雁塔晨钟在城南。他主要是每天5点钟左右，僧人叫敲钟，一般叫敲108响。他敲的时候呢，他还有韵律。诗人画家看到清晨啊，这个早晨这个东方刚吐鱼肚白的时候，这个古松古木参天，寺院幽静，钟声渺渺，这个就慢慢就把它写诗作画，就译为圣景。所以说关中八景就从这个钟这样来的。雁塔晨钟遂成为长安八景中的一景，以钟声为景有点匪夷所思，但仔细琢磨却有着无穷的韵致。所谓的雁塔晨钟，其实就是唤醒长安的闹钟，闹钟一响残梦醒，上学上班忙东西。大雁塔有众多的题名，小雁塔一样也有题名。题名之外还有题刻。在1965年，文物部门整修小雁塔时，发现塔上每一层都有1300年岁月跨度的题刻信息，有的是中晚唐题刻，有的是五代题刻，有的是宋元明清题刻。
这些铁刻如同我们今天挂在家中的老照片，总是让人产生亲切的怀旧之感。小雁塔建成之初就成为长安城中的风景名胜。2007年，以小雁塔为中心的西安博物院建成后，小雁塔又成了城市休闲的理想之处。这片占地面积245亩，融古塔、博物院和园林式景区为一域的地方，闹中取静，古今一体，雅然成趣。长安西市被认为是唐代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这座在大唐盛世中独放异彩的市场，其实在隋代就已初具规模。隋朝开国之初，沿用了800多年的汉长安城已经残破不堪，水质咸涩，于是在旧城东南重新选址，兴建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唐长安城。长安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座有完整设计方案的城市，在龙首原以南的宽阔地带，规模宏大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依次布局，街道整齐划一，北南交错，东西对称，极尽壮丽辉煌。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用了整整72年时间兴建，一直到唐朝建立几十年后的公元654年才告完工。在大兴城外郭城内东西对称的地方，设置了两个居家生活必需的商品贸易市场，都会市和丽人市，又叫东市和西市。因为丝路贸易的兴盛，靠近开远门的西市更为繁华。大量的西方来的这样一个或者西域来的商人呢，到了长安城呢，他首先是到的西市，所以西市的外国商人很多。西市建成后不久，就发生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隋朝开皇10年正月15日，南方的陈朝刚被消灭，一个老人拿着半块铜镜在西市叫卖，要价奇高，引起围观。这时一个年轻人激动地走上前来，也掏出半块铜镜，和老者的一对刚好合为一块，这让在场的人迷惑不解。原来这个年轻人是来自陈朝的徐德言。1年前他和妻子乐昌公主分离时，打破了一面铜镜，各带一半，相约正月15日拿到西市叫卖相认。虽然铜镜合上，但出现在眼前的却不是期待中的人。徐德言这才知道自己的妻子被权臣杨素纳入府中，已经身不由己。
他悲怆地在铜镜上题诗：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公主见诗后食不下咽，杨素知道这件事后，就让公主出府与徐德言团聚了，从而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破镜重圆的故事从此流传下来，并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离散家庭重聚的美好愿望。我们在2006年的这个大唐西市的这个考古过程中，就发现道路上许多这个车辙痕迹。这些车辙痕迹呢，就是当时这个在唐代西市的这个使用过程中，车辆川流不息碾压出来。西市占了长安城中两个坊的位置，面积近1平方公里，4万多家店铺沿街罗列，繁华似锦。这个西市里边呢，分了9个商业区，就是它有纵横各2条道路，也就是说4条大街。这条大街呢，正好把西市呢分割成了9个商业区，像个井字一样。它的主干街道其实就是宽16米，而且是主干街道都是和西市的这个坊门是相接相通的。西市不仅有发达的陆路交通，也有便利的水路运输。根据考古调查和文献资料记载，至少有3条水系。一条呢是从这个永安渠经西市的南街北缘引入延伸到这个西市内部来的一条水渠，这个大概长度呢至少是148米，考古调查呢最宽处大概有34米，深也能达到6-7米。另外呢，在天宝二年和永泰二年，两任金兆尹分别都引水进入西市。天宝二年引水是为了储运木材，是引的渭水经金光门进入西市。永泰二年呢，引的是终南山从南谷口进来，继续向东向北延伸，那个当时主要是为了运送新炭，就是柴火吧。因此呢，西市的水运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的。大唐盛世，社会富足，西市作为大型商品集散地，牵动着漫长的丝绸之路的经脉，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流通商品。大唐帝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亚非欧广阔的山河间，物华天宝，舟载车运汇聚长安西市，又随着商队流布四方。在鳞次栉比的店铺前，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行业的人，万国衣冠穿梭往来。说怎么研究啊？考古也发现啊，说巴格达只有几条100米长的这个街道啊。另外呢，我们这个东罗马帝国就是啊，这个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它的全城的商业区啊，总面积是1000平方米。可是我们西市有多少米呢？你看看1031乘一个927，将近就是不到10万平方米。也就是说，这一个君士坦丁堡它的面积啊，相当于西市的这一个可能1%。当时100多万人口的长安城中，至少有5万多外国人将家安在了长安。最多时有30万外国人来到长安，而大多聚集在西市周围。我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对西市形成了一个，就是西市它不光是一个用于交易和贸易的一个市场，其实它是集这个贸易还有包括加工住宅于一体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商业场所。从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西市它这个店铺它基本上采取的是田店
后厂的这样一个经营模式，也就是说前面做店铺对外销售，后边呢是制造商品。为维护市场秩序，帝国政府在西市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市场管理办公室，对整个市场进行有效管理。在唐前期呢，不管西市也好东市也好，它都有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叫市署，在西市叫西市署，它是专门的市场管理机构。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平准署，这个市署啊，它主要属于负责管理市场，比如说定期开关市门。另外呢，比如说它要求这个市场上用的度量衡啊，它叫户斗秤啊、尺这些啊，必须定期到相关部门啊去进行校验，就你这个东西必须准确啊，你不许这个缺斤少两。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呢，是要严厉处罚的。另外，物价也不能随便乱涨价，这平准署就管这个事儿。击鼓开子。内市的长安城僧院众多，晨钟暮鼓，每天早晨和晚上。城墙周围的各个大门定时开闭，庞大的城市在日月更替中有规律的运转，西市同样有着固定的交易时间。每天中午，当太阳升到中天的时候，击鼓300声开市，日落之前击筝300下休市。商业繁荣带动了西市饮食业的快速发展，其经营服务的水平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毫不逊色。丝绸之路推动了唐代长安西市的商业繁荣，西方的文化也传入长安，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满异域情调的长安城中，一派开放包容的气象。请收看《家庙》第4集。